一个掌声，万里锋芒来自于分这个 PD 布袋戏独家授权我们凤鸣寨国乐团演奏的一首歌曲。那当然呢，很多这个 PD 戏迷啦，很多乐迷会喜欢我们的表演，就是因为有很多首这样的歌曲，也许我们在戏剧当中只能听到，但是搬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做演出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？